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重庆啊。今天重庆下了点小雨，后面雾茫茫的，看着不是很清楚。这后面人也不是很多。现在是快晚上的6点钟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是在几楼？我是从后面那个楼梯上来的，那边是马路，从那个楼梯然后上到这个平台上面。其实我现在是在20层之上，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。大家看下面，我现在是20层楼顶，下面还有那个马路，那边是过车的呀，看到汽车了吗？这个楼一共是25层，我现在是在它的20层之间。大家看啊，从这个位置怎么看都像一楼是吧？后面是高楼大厦的，后面是解放碑，步行街了，从那儿下去就是。奇特的一幕要出现了。其实我现在是在20层啊，下面是很高的呀，下面这个是马路啊，能都是正常通车的。你看现对面的小区，中间都有走廊的，你看啊，那个位置就是他们2层楼之间互通的。下面还有专用消防车道呢，大家数一下这有多少层。哇，太厉害了。然后中间就是一个人行道，从我这个平台然后通到那边那栋楼。什么神奇，这边是一楼，转个身过来这就是在20层之上了。我去，看这个楼梯啊，恐高的人走这个楼梯都有点害怕，真的。还好不是透明的呀，要是玻璃栈道，估计都好多人不敢走。下面是砖的，这如果用玻璃做，好多人估计都吓得腿软，都在这儿拍照呢。不看下面没事，一看到下面，我去，确实有点太高了。看对面那2栋楼，那个也是个走廊，上面还有人走呢。这是连接这2栋楼的，从那儿直接互通了过去了。从这儿再看一下，数一下多少层，哇，好多都数不清，太厉害了。看中间这个桥。这个走廊，空中走廊，真正的空中走廊。从我这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下面。下面还有人走呢。我现在站在这里都有点腿软。对面这个楼就叫高盛创富展示中心，那边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带大家过去看一下。好多人在这拍照啊。大家看中间这个空中走廊，就拿这个铁锁拉着呢。我去，太壮观了。现在从桥上给大家过去看一下，那边的观景平台。拍照呢。我去，下面就能看到嘉陵江了。从这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，太壮观了。对面就是江北金融 CBD 这一块，那座桥就是千厮门嘉陵江大桥。哇，太壮观了。哇，从这个位置看有点晕晕的感觉。
这就是20层的一个楼顶观景平台吧，他们在这拍照呢。待会儿我下到那个位置给大家拍一下上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现在已经从那个楼上下来了，刚刚从这里过斑马线过来。大家看那个楼现在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我刚才就在这个观景平台20层给大家拍的。坐电梯下来的，电梯很快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是在这个桥上，后面呢就是那个千厮门嘉陵江大桥，这里就是那个游船了，太壮观了。我就是从那个门出来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边也是一个桥啊，下面是过那个轻轨的。这个就是千厮门大桥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。行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结束了。